Leo 聊世界，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来看玛丽人对上缅甸人，这场比赛是天梯的符文十群。好，先来看一下，大约8点钟方向，玛丽人是塞巴斯汀选择的昆明。那玛丽人特色呢是挖金速度、跟这个采集的量跟采集的时间、都会稍微好一点、那玛丽人呢，他也很适合打这个黄金兵系列的，不管是封建时代打工兵啊，或城堡时代转奴兵、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那玛丽人步兵呢、比较特别、每升一个时代时、这个远距离防御力、都会多加一、所以这个刺猬剑友就在说玛丽、那玛丽人比较特别是骑兵、他的骑兵是他的主力，但是他的骑兵没有大陆马、也没有这个游侠，也没有这个三公、但是他有金冠剽悍精神、可以让这个骑兵的伤害加5点、所以这个骆马跟骆驼伤害可以高达14点、而且玛丽人的僧侣科技呢基本上是全满的，只少了一个骑士思想、完全不影响这个使用、而且又有火炮火枪、整体玛丽人玩起来是相当舒服的一个文明、在我心目中、玛丽人也是 T1 文明、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缅甸人，大约出生点位2点钟方向还是3点、Hera 这边的缅甸人呢是这个有免费的伐木技术、他的步兵单位呢每随一个时代时、会增加1点伤害、所以这个玛丽是加远防、缅甸人是加伤害值、所以这个赵云枪兵、也是在讲缅甸人、那缅甸人的工兵路线、虽然有3级射、但是没有工兵铠甲，所以即使出了战矛兵反击对方马弓啊或者是强弩、都是会打到头破血流的。所以玛丽人呢，他的不是玛丽人，这个缅甸人呢，他的骑兵路线有大骆马，也有这个重装骑士三攻三防品种跟踪技术都有，而且只要点下银冠曼尼普尔骑兵就可以打对方的工兵单位特别痛所以基本上呢，如果对方出工兵单位的时候，缅甸人就只能靠银冠加上骑兵的陆续去反击缅甸人的后期有工程工程师，也有火炮。后期呢，虽然没有火枪，但是他有这个缅甸大象，精锐毛象夫，可以让这个大象的防御力变成游戏里面防御最好的象兵文明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封建时代会怎么打。现在地图看起来 ，Hera 这边地图黄金位置还可以，有一个在后面下面这个比较惨，但至少有2块金在自己的领地上是还好的。这边待会开个 TC 就还行，要围加的话也可以围。十万浮雪呢算是比较好围直城上去的一张地图了，所以很高几率Hera 这边是有可能会打直城，然后直接走飞镖骑兵的路线了。毕竟这张地图比阿拉伯好围很多了。那接下来看一下玛丽，玛丽这边的话是黄金在这个位置哈，那它的黄金有一块也是在正前方，跟 Hera 是一样的。那右边一块黄金，其实两边的点位是差不多的，而且都是很好围，有4片墓区相当舒服。好，那现在两边都已经点下了封建时代 ，Hera 这边是没有偷织布吗？有偷，对，有偷，两边都有偷。塞巴斯汀跟 Hera 两边都是织布，偷好偷满。都是一个不穿衣服路线，裸奔型升级时代好，裸奔的话，待会要小心被对方落马打，赶快点一下织布技术，穿一下衣服。好，村被打下2刀暴血，这一村可能会被拿下。哇靠 ，Hera 顺利的拿下了塞巴斯汀的一村啊，偷织布被惩罚了。好，那 Hera 这边是选择了落马开吗？对，没错，落马开局。这边资源量很明显是要打这个骆马哈，扎斯汀这边是慢慢开始补黄金，直接走了工兵开局啊。好，那由于玛丽人挖金有这个加成的关系走工兵确实很适合哈，但前期骆马的机动性还是比较优势的，所以这边工兵出门一定要带枪兵这边可以看到是一支枪兵跟一支工兵已经走了出来。右边的房子木墙还没围好，但没有关系。Hera 这边也是被迫转了一个射箭场。那这边转射箭场的话，玛丽这边的压力经济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平常 Hera 这时候可能会开始偷田啊，然后疯狂按落嘛。那这边既然已经转了毛病应该是有意识到，萨巴斯汀可能会打一个双射箭场策略
那如果走双射箭场策略的话 ，Hera 又是单马厩，好去打马厩路线的话，就很容劣势哦。所以先转出射箭场防守啊，是一个比较稳健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啊。但自己现在还有落马的数量优势，这五只落马可以集结了。好，这边盖好，这边围死，然后就可以安心出门。好，那看起来两边是准备要来生城堡赛，没有打算要大打斗。Hera 这边也是哦，啊，都是在绕一绕而已啊。OK， 那这里后方也围好了，现在枪兵数量来到两只而已，工兵数量其实没有到非常多，单射箭场啊，十只左右。好，射掉了 Hera 的一只肉马，直接准备来到城堡赛。这张地图真的很适合打支撑哦，啊，太好围家了。OK， 现在 Hera 的肉马开始往前，去看一下这一波是想要包吗？只有一只枪兵，哦，是两只啊，有一只走在前面啊。现在萨巴斯丁没有打算要开打的意思，毕竟自己正在升时代，还是要等一下奴兵的升级会比较有优势一点。好 ，Hera 这边是不想让对手回家，但还是回去了。萨巴斯丁这个头工兵是悄悄走了出去，想要打一个双部队分推。Hera 想要走进来，直接围了一个木墙，围得很漂亮。好，这里用城镇中心的箭矢稍微反击一下。城堡时代还有十秒钟。好，走进来了。这一波，哎，还是想要撤退一下。OK， 射死了一只。二级射奴兵差一点 ，OK， 放下，买卖一下，然后点一下骑士 ，Hera 这边升上去，没有挖石头，喂，没有挖石头，也没有点战矛兵，直接选择了三 TC 开农，好 ，TC 全部开好了，都是开在了木头旁边，好，二级射一点下战矛兵，现在可以升级，点一下。好，二级射好了。这个牧场有点危险，这里可能要第一房子回家了。那缅甸人呢？他有特色，哦，就是他的僧侣的科技是半价的，所以打对方的僧头呢，优势也是很大。那现在对方打工兵的情况下，僧侣的影响力，哦，就不是那么的好。好，三 TC 开农，后面要不要补个工程器制造所呢？攻击制造所挡下对方的工兵，或是直接转修道院，先刀墙对方的骑士。好，那现在萨巴斯丁要来盖工程器制造所，本来还是要用头车开始给巨大压力。你三 TC 开农，那我就头车工程开始，一个正确的判断反应。但是除了工程之外呢，也开下了 TC 双 TC， 然后准备头车往前丢。那 Hera 这边的打法就很轻松了，只要转出救赎思想，这个头车压制呢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好，现在房子盖好，头车已经正在研发当中。后面三只戳戳，先戳房子。现在落马升级上去，轻骑兵点好了。好，这个僧侣不敢出来，一出来可能就会被射掉。投石车现在过来 ，Hera 还没有办法点下。哎，这个头子怎么躲后面？好，直接用战矛兵反击了一下，偷打两次，血量剩31滴。好，再投。投了两发之后，往回砸一发 ，Hera 没有动静。好，拉两只僧侣过来补一下血量。后面两只轻骑兵被收掉。现在 Hera 有点难受，挡下上面骚扰的工兵，右边还有一只肉马，但血量不多。来了，两只头车来了，但是 Hera 并还没有点救赎思想。这里要赶快再补个修道院吗？我总觉得后面要再补个修道院才会比较稳定哦。
好，豪车开始拆除，兵骑兵过来，直接被战矛兵给射掉。好，压制越给越多，来了，哎呦，这个铁块被砸掉了啊！好 ，TC 要不要修理一下呢 ？Terra 这边也按了一台投石车出来。好，目前村民差距53村对69村 ，Terra 的经济比较好一点，好歹也没好到哪里，也才赢400资源点。好，投石车拍了一下，差一点拍到后面投车。先骑兵过来，战矛兵拿这些肉马没辙。好，一只骑士先去挤掉这台冲车。好，招降工兵，大家可以直接招头车，但是工兵往前点，差点把身点掉。战矛兵往前走，想给出去更多的压力。OK， 骑士绕到后面想要抓村民，但是工兵往后。现在 Hera 有点难打，用僧侣招降不太好招，有工兵的加持在，后面投石车也要小心。好，骑士来了，好，一刀拿下。好，招降到了投石车，太好了。我们从砸一发一换三呐、啊！我的天，一只僧侣换掉了三只投石车，大把死赢这一波血亏，亏烂了。好 ，Hera 这边四 TC 继续浓，把城镇中心都往外开了，但这边枪兵已经有看到了。好，那现在经济来说 ，Hera 是越来越好，是吧？死赢这边是三 TC 慢慢浓，村民数落后20村。好 ，Hera 并没有打算要直城打飞镖，是一个正常开局。这把斯丁也是一个正常的应对方式，别人都没有太多的花招，都是打得很稳哦，感觉打得非常正式哦，也可以说是打得非常浓。好，现在跟踪技术点一下，哎呦，僧侣，怎么直接被拍掉了呢？好，赶快来盖一下城堡，盖在中间农田的位置。这一波新骑兵好像没有上，两边都点下帝王时代，哇，打的是真的很浓。这把斯丁这边有大动作了，想要往前插宝，这边疯狂卖资源，买出石头来，原地起了一根。那目前正时代来说，两边是差不多的，这两边巨头开丢。变成五五开的局面，那 Hera 这边并没有决定自己要走什么路线了，现在只是继续用战矛兵防守，继续走开农路线。好，工兵肉马走过来，后面补了一个洞。好，但是这里有很多村民，只能在这边瑟瑟发抖。把战矛兵放出来挡下，投射过去。好，这台头车可能会被丢掉，哇，直接手撕掉。好，上方的部分继续用头车继续清理外围的建筑。Hera 一上帝王时代点下了工程师，想要第一时间收掉塞巴斯丁外围的城堡。好，点下了安息人战术，看来也是有意图想要走飞镖骑兵的路线。哇，这把没有想到两边打得这么浓啊！斯拉斯丁的村民数也来到104村，但村民数经济量都也是落后一些，大约落后2000资源了，但也还好，2000资源还能接受。好，这边砸了一下，现在 Hera 巨头继续进攻，两排巨头了，从石车过来，直接被肉马给清理掉，但是肉马也是全部殒命了。好，巨头差点被战矛兵给打掉，但是及时拉了村民过来修理起来。好，三台巨头两边互丢，火炮已经登场了。火炮一来 ，Hera 这里就很难受了。好，转出了飞镖骑兵，
黑豹士兵开始给压力。好，黑豹士兵伤害不错。好，除了转飞镖之外，开始转马凯跟义工。但是塞巴斯汀这边是走骆驼，如果走骑兵路线的话，可能会被骆驼打到头破血流。但是飞镖骑兵打骆驼伤也是很高哦，只要不要被骆驼 A 到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好，骆驼过来，这边飞镖骑兵开始打带跑。OK， 这一波打带跑有点效果，但是骆驼贴上来打飞镖骑兵伤害掉得很快。好，再往后撤退一下。好，骆驼剩下少量的六只左右。好，飞镖骑兵开始往前，想要处理掉这些工兵。工兵处理掉，自己的压力会更小。但是骆驼又来了，玛丽人这边是选择了骆驼开。好，这个打带跑漂亮，收掉剩下两只骆驼。骆驼一直一直慢慢的倒地，但是萨拉斯汀依旧还是有控图的优势，城堡开始慢慢往前推进了。好， Hera 现在没有巨头，现在是转出火炮。好， Hera 这边三级马凯也点了。好，飞镖士兵直接上去把巨头给点了。好，精锐飞镖士兵点下，落马也开始升级了。玛丽这边手推车也点下，现在经济两边都来到了很好的状态。那 Hera 这边只是有点下三级伐木，好，细节部分都有点好。那现在玛丽人最大的问题是剽悍精神，要找个机会点，不然骆驼的伤害的差五点是差很多的。有十四点伤害的话，摸到飞镖骑兵真的是会爆血，一刀可能会高达30D 左右。这就意味着只要砍3到4刀，缅甸人的飞镖骑兵就会被秒杀。这就是玛丽人的骆驼最可怕的地方，伤害真是很夸张啊。好，现在 Hera 也点下了大罗马的升级，现在补了非常多的马厩，这里总共11个马厩，骆驼直接往前开始往前推进。哇靠，骆驼真的很痛，4刀好像可以砍死一只飞镖，但是飞镖可以拉打，而且打骆驼伤也是很高，也是一次集火一只骆驼就可以杀掉一只。现在飞镖骑兵拥有伤害上的伤害优势，骆驼这边有集中上的无脑王狂 A 砍人的优势，但是现在飞镖骑兵移动速度还是很好，一直追不上，这个飞镖骑兵最后还是火了很多只起来，而且这还是精锐版本啊。好，巨型投石机赶快拿下，后面这根箭塔又被拆掉了。好，上方骆驼好像解决不了 ，Hera 这一波被砍了非常多的村民，上面这边说城堡村民都被砍爆 ，Hera 这边被迫回救。但是巴斯汀这里并没有打算要撤退，而是继续铲出了重装骆驼。但 Hera 下方这块黄金已经抢救回来，暂时黄金没有缺金的问题。好，巨型投石机，再等一下，就可以继续攻城了。这里先靠火炮，先慢慢打一下。好，黑老这边点下了三攻点下骆驼，继续追。现在塞巴斯汀只靠骆驼，感觉还缺了点什么。玛丽人后面要打飞镖骑兵的话，骆驼是首选了，再来就是僧侣单位了，不然就是转这个强弩啊。那强弩没有三级射，这也不是那么的建议使用啊。好，罗马过来打下后方，抓了一些村民，但是罗马射的速度有点快啊。
好，缅甸这边决定要转枪兵，单攻枪兵准备慢慢提升。好，城堡又被拆掉了一栋。这一波玛丽人补下了更多的马厩。好，斯巴斯丁这边想要满200人口，但现在人口有点卡住。这一波会上吗？感觉会。好，这一波拉打，要不要重新开始往后拉扯？哇，骆驼直接冲到城堡下方，两栋城堡开始火力交叉，抓的目标是火炮，后面两台火炮被抓有点危险，但飞镖骑兵躲在了一个边边角角的位置，打出大量输出，萨巴斯汀打出了 GG， 我们恭喜 Hera 拿下比赛胜利。哇，这一波 GG 有点来得突然啊，可能是因为后期玛丽人哦打飞镖骑兵哦选项真的是不多哦。Hera 这边则是打得非常稳哦，一路直接浓了上去，打了飞镖骑兵哦，也不是打直程，然后打飞镖出来开始骚扰路线啊。这一波我觉得打得很好，防守反击也是做的没什么问题，靠了一只僧侣哦，就换了三只投石车哦，这一点哦做的相当惊艳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那经济的部分最后是由 Hera 拿下资源上的胜利了，大概赢了快要9000。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我们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